23号在 Golden Wave 高雄拼盘演唱会上带来精彩演出。其实，在三个月前，也就是一月中的时候 ，ENHYPEN 也曾来台开唱，与台湾 NG 们度过美好的两天。官方今日也释出当时的花絮，只见男孩们不仅在后台吃得开心，对台北美食也是赞不绝口呢。这个蓝莓안먹으려고요이번터때야어제먹고야돼짠불가능이요한번도전해볼게요저는시도도안할게요볶음밥맛있다제이모다다맛있다는데거기가진짜매운데이쪽은직접가는식당이요어제거기는이친한분도맛있다그냥거의국급이었어매운아니면은아니그메뉴중에는국물맛있는데내가먹어봤거든진짜형태를먹어샤오링빵은아진짜거기한번가봐그뭐야샤오링빵은뭐야만두만두인데만두안에국물많이있어국물집중있는건데터뜨려가지고국물뺀다음에이렇게간장찍어먹는데와아무슨어제그거만두는그냥만든거야어제것도샤오롱먹었는데맛있겠네근데약간나는그걸안빼고먹었어그냥그대로먹그거식어서먹지않았어요그대로먹는게제일맛있어아니원래는엄청뜨거워지금거의진짜폭발거든그래서맛있어한번더먹어야겠다여기가진짜맛있는게맛있대요일단근데뭔가편하지않아넓었어요엄청뭔가딱딱한데그딱딱해요이게좀소리나쿵쿵근데약간맥주스킵들어가지고내침대약간그래몇번막노래하고있던데진짜요노래부른거어노래부르고진짜요 아니진짜아니제이형도갑자기제방문두드려가지고뭐야이렇게봤는데노래좀그만불러이래가지고 얼마나크게불렀으면그게옆방까지